OK，接下来是，我没有办法形容这是什么，大螃蟹，大蜘蛛，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它也是蛮大只的，刚刚那只算中等，还有更小的。就是在那个黑黑的地方，全部都起雾。我应该要早点去帮这些巨象遗迹拍照，感觉也蛮不错的。但是最后一只应该是拍不了，那最后一只拍完就过关了。你看那个洞可以进去，它出来的那个洞。那个全部都是黑的。那边有一个遗迹，可以顺路去拿。那边有一个，我先拿这个，这个比较近，然后等下去拿那个。走。然后去拿这一个。这个古堡好像要体力全满再上去才比较轻松。那个体力全满，好像有70几个还是40几个，我不知道，很多，超多的。那这只巨象是我拍的最不清楚的其中一只，
因为它真的是有够暗的。哎，那边也有一座，那我拿过吗？听到那个啾啾啾啾啾，哦。在哪里？没了。靠背，这么高。他去拿那个吗？我去拿一下好了。顺路。这边看风景。特技，那个真的变很多呀！我的血条，那一条我没有去过吗？好，走吧。靠左一点。这边应该下得去。往这里。这边远方也有一个寺庙。超远的地方，那这里怎么会黑黑的？无法长出树木的大地。哇哦 ，fuck， 可以跳过去吗？哦，我的阿格罗没有那么屌，好没有办法跳。下雨了，这次会怎么攻击？乌龟。我靠！过来，
过来，靠近他，靠近那根柱子，水柱。哦呦！干，他没有被那个用到。我这样子射会把他射死吗？好，停在这。冲起来！哎，他有被举起来吗？有。冲啊！冲另一边。在哪里？肚子上没有吗？救我啊！等一下，我的阿格洛，我的马。应该是在腹部吧，靠，绑上去怎么没有发亮？哎呦！有了，起来！射不到，干射不到，哦，没有机器，哎呦，差点被踹，我忘记这只的那个弱点，因为我现在没有阳光，也照不到。
里啊？可以告诉我吗？哎呦，好险！哪里？先爬上去再说。怎么在这里？擦擦看。这边都没有啊，应该到附近就会有。对吧？这里啊。好像有不小心插到，但也不知道有没有。我忘记，我一直忘记要去另一边呢。他翻倒之后，我要赶快跑到另一边。哎、欸，干，干，我坠马了 ，fuck！ 啊！哇，好险！我想说那么近，他应该射不到。
哎，快死！看，我要死！这个很难用。重点是他一直不乖乖的停在那个上面。然后他停在上面那个东西刚好就不喷。还要跑掉，啊，我的血补满了，太棒。我怎么不记得这一只有这么难打？靠背啊！干！可是我要跟他拉开距离。哎，他怎么摔倒了？啊，我直接让他过去就好了吼，我不用等他喷起来了。在哪里？我在正中间，我根本就来不及照。这里。Whoa!
等一下。啊，在这里啦！干，抓到了。我一直以为在屁那个腹部上。原来我是要经过他的腹部。停下来，阿弗洛还不快跑！那么久时间在浪费，好过了，过了。再一下，原来在头上啊！基本上就是拉跑过去，也不用等它喷上来的那个圈，不用等它喷上来。他就会自己翻车，翻车就赶快从他的肚肚跑上去，那我就死在你的头上呗。阿格罗，不要死了，阿格罗。